十月二一，哈、哦、啊，六点外开始请水，那个光点看两个光点是七点半左右，刚开始看到是两个光点，结果慢慢把它放大出来，看到两艘王船的感觉。我们每一个信徒他们都说，主委那个是跟好像几十年前我们王船来搞王爷上来，那个叫王船的感觉。难得有这种画面出现，哎、欸，是当然一定很好的现象。根据民众提供的照片来看的话，比较可能的是有点像是光线的一个折射的情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海市蜃楼的一个现象啊，或者是在远方远处呢有一个船只经过，那远远的看起来就有点像船只的一个形状。海市蜃楼其实还算常见，这样的形状是比较少见到。